福州比亚迪 4S 店火灾，新车烧成一片火海。5月16日凌晨，福建福州闽侯县比亚迪青口 4S 店发生火灾，火势迅猛，火光冲天，并伴有爆炸的巨响，车笛声、爆炸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官方宣称没有人员伤亡。比亚迪的福州某 4S 店它再一次的起火了，这次烧得比较惨，就整个都烧成废墟了。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他之前已经光是我看到的就已经有四五家 4S 店就是起过火了，而且他以前好像他的工厂甚至也烧起来过的。他然后就是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小米苏7的他那个低配版用的电池也是比亚迪的电池啊。嗯，别的就不多说了。哇，4S 店烧了，这是哪个 4S 店？在我们这对面这里。哦，花了好大、啊。这怎么还危险呢？这个花了好大、啊。哇，这里面烧了，花了好大、啊。完蛋了，这个好危险啊，爆炸声啊，起来了。哦，就两个还是？没错。啊，好了就装。哎呀，香还是上面燃起来了，下面都燃起来了。没事。他那个香肯定是线路燃起来，燃起来才这么快啊。嗯。不是快，你看就是这里呀、啊，先的时候这里都没燃起来的，就是这里跟这里燃起来了。是。上面没白烟，有一点点黑烟。嗯。9:40的时候就全部冒烟了。你看这下面都这里在冲水嘛，这冲水，这里就又燃起来了。下面，哇！先是没燃的那里，先就是这个黑烟那里，这两个仓子那里有一冒烟，跟那个顶上有一点点烟，没。是别中毒了。哦，还有吗？还有本来就三个啊。黑烟好。哎，看吧。他先爬出来了，等一下那个电梯上来马上先下去啊。我操，哇，这黑烟龙那个顶不住了，肯定顶不住啊，怎么顶啊。来了，哇，上面还有十来个人哦，两个太夸张了。5月10日，一辆私家车疑因为给警车让道，在高速上被对方别停并进行检查。视频显示，一辆湖北荆州牌照的警车因一辆黑色私家车未给自己让行而将其别停在应急车道。随后，两名未穿警服的男子从该警车下来，对黑色车辆司机进行检查。路媒称，5月14日，据湖北相关部门核实，该警车却属于荆州市松滋市公安局。
两名未穿警服的男子均为在职公安。我哪知道怎么了？怎么了？夏日新日，怎么了？你没看公车的图吗？啊，我当然没看到啊！你危险变车！我怎么危险变车？我打几次灯给你？我没看到啊！夏日新日，新日，这不能好说啊！请你配合。我没好好说，我配合。一次警告，夏日新日出事件。我好好配合。你拍视频，你拍视频，我好好配合。破楼干嘛？啊，你好。你好。我是富安派出所的。啊。你是来这里多久啊？怎么了？嗯。怎么了？你来这里多久？来这里多久有啥意思啊？嗯，现在盘查你啊。为什么盘查我？问题就是盘查你啊。你为什么盘查我？先要出示你们的身份。看你的证件。现在他就是问我们什么问题？看你的证件。就不说就要拿我们证件看。出示一下你的证件。他就是不肯说啊。你想住几天了？不是，你是干嘛的？嗯，我是富安派出所。你派出所干嘛的？啊？派出所干嘛的？怎么干嘛？对，你是派出所干嘛的？派出所是管治安呢。管治安？对啊。你的权限在哪里？啊？出示你的证件。身份？出示我身份。对。但是我制服不相信我是派出所了。制服很难确认，现在造假的、招摇撞骗的人很多。那需要你的证件。我是派出所，信你说信还是不信？你别跟我说信还是不信。嗯。拿你的证件，拿你的。那你说复杂的吗？对，把证件把证件拿出来。那你的证件呢？身份证呢？我是公民，我当然有身份证了。人家前台服务员都证明了。对，我是前台服务员证明什么？什么？前台服务员证明什么？什么证明什么？你刚才说的证明什么了？我是户外派出所。户外派出所的什么？怎么了？现在盘查你了。你有这个权限吗？怎么没有啊？你把这个权限拿出来我看看。什么权限啊？你是你盘查我的权限。你是啥问题？你是啥问题？我问你是啥问题？你是不是挑战我们的公安？啊？是不是？你是公安人员吗？你说了。你确定吗？怎么确定呢？对，你把证件拿出来我看看。制服都穿起来，怎么？你制服上写着什么？有问题啊你。对，你把你的那个证件拿出来我看看。过路的哥哥来啊！一个态度好嚣张啊，一个人。你把你的证件拿给我看看，我确认你的身份，然后我确认你的权限。你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我昨天晚上过来住宿的。我话都俾佢听啦，佢话我哋嗱，佢今日录住像，话我哋咩事？我今日观察佢，佢叫佢出示证件，问佢乜嘢，佢都唔肯，乜都唔肯。你唔好理佢啦，喺现场等得啦，等等个前台先问佢哋点情况。你喺度做怒气啊？你企喺度等得啦。我你要盘查、你得有证件，第二个你得有手续。
不要害怕，你等一下。不是我害怕，你不要害怕。小贤，你执法那个。一个辅警，这个是 DQ，DQ 是什么？我就人哋问咩问题，我呢度复翻咩问题俾佢得啦。人哋都话唔讲咯，都话你哋做咩事咯？佢而家就反咬我哋，咪你自己话话俾领导听啦。佢唔配合我哋公安工作，就咁简单。但系你落次得校攞啊，问咁啊大堂嘅话，佢订咗几日咁咪得啦。收到。还有，你拍视频可以，但是我警告你，不要发到平台上面。你警告我什么？你警告你。不要发在平台那个短视频，如果发到我们，你现在是追责。好，嗯，你不要走啊！你过来干嘛？你不要走，我要搞清楚你现在过来的身份。你走干嘛？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可增强免疫力，使疾病无法入侵，被称为万灵补品。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鉴》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另外，人参皂苷 RA、RF、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燥火性质进去，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是红参的6倍多，是白参的16倍。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DJY2024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